第65届欧洲歌唱大赛2021年5月18日至22日在荷兰首都鹿特丹举行。去年由于中共病毒瘟疫，欧洲歌唱大赛被取消。意大利摇滚乐队天际月光抢尽全场风头，拿下本届大赛冠军。他们演唱的歌曲席卷了占一半积分的公众选票，他们还击败了受专业评审团青睐的瑞士和法国歌手。这是意大利乐队30年来再次夺得这项比赛的冠军，令受瘟疫重创的意大利备受鼓舞。虽然因为疫情控制，现场只有3500名观众，比以往少了很多，但电视播放每年都吸引约2亿观众。新唐人记者徐哲、瑞丽综合报道。